大家没有错，这个节目正式改名成木曜大根丸。在我身后没有错，他就是在我身后，他生前呢也是在这个节目参与了一段时间。今天呢我们就谢谢台哥长久以来在木曜四超玩、木曜大根丸的前身的支持与照顾，特别给他一个纪念立牌，希望台哥以后都会跟我们同在。没有错。哎，我在录影，然后你在那边当，好来让我介绍你在哪。等一下，好，打断了。好，各位好朋友，让我们隆重的欢迎我的好伙伴长脸的香蕉。嗨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香蕉，今天节目就正式改成大根香蕉丸，耶！大根香蕉完蛋了，完蛋，不能这样啊！哇，欢声雷动，哇，我们两个真的好好笑，今天他们竟然让我们两个就这样撑了一个整天，没想到这么快就有节目，这么快我们两个就开节目了。对，没错，继2015年我们拿下年度十大表演第一名之后，马上2016年就开一个节目了。没错，大根香蕉完蛋了，这个节目就为期一天。哎，我说真的，原本来这边原本想说遇到阿公了，是，那怎么知道阿孙呢？我跟你讲，真的好险没有遇到阿公。我觉得有些事情阿公在的时候你就没办法做，不要说阿公在我连话都说不清楚。对，所以你没遇到其实是好事。你知道比方什么事情吗？什么事？比方阿公在的话，播你的影片就没办法播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会生气。哦，那播你的也不行啊。不会啊，没什么好生气的啊，因为我也没什么可以播的影片啊。你的影片里面大部分都有我。对啊，所以他大部分都会生气，就是因为你。对，现在讲什么阿公都不会生气，他不会生气的。他现在干嘛？阿公跟我做一模一样的事，他现在去玩很大道歉了。道歉？没有啦，他去弥补啦。啊，去弥补。对对，也是弥补也是啊。哦，应该说去乱录了，乱录兽，乱录到玩很大去了，好不好？我们先看一下大根香蕉精彩的 VCR。两个蛋糕，又要叫根丸到底。哎，把东西。我再回来，你说，我还利用直播很辛苦做一个表演给大家。哎，看你这么厉害，你是不是从少林寺来的？是的。你该不会是少林寺的和尚吧？不是。厨师？不是。住持？不是。那你是谁啊？武僧。六七五三，五三。嘿，长脸的，我昨天丢球丢到一个卡通人物，哎，你丢到谁？小叮当哦？不是，忍者龟？不是，那是什么？辛普森啊！哦，六七五三。嗨，大家好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我平常啊是怎么样练习 B-box 的，请看。
吃饱了，喝点凉的。不要噎到。好了啦，那个有珍珠的好了。Let's go. 哇，各位没有错，自己看好害羞，他根本就是一个白痴，神经病啊！你太多无聊的时间在做这件事情了吧？我现在更无聊了，你看，你看，应该开直播了，我自己开直播自己玩。你可以开直播吗？我可以，你有来不过哥？没有，可是他让我个人的可以开。哦，个人我也可以开，个人你不行啊。我只是没有设公开而已，可重点没重，重点是你现在要干嘛？哦，我要用这个玩一个很高科技的 B-box 表演。啊，有个东西忘了给你。哎，来买拖鞋，在你们封神很缺拖鞋，可不可以多放我这里？没关系，放我扫过来。好，你来吧。好，我来喽。这样，先不能超我。好，啊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哦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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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五三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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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。我摇摆的走在绿色，换你换你进来进来，金色的沙滩上，跟着遥远绿色的仙人掌，哒哒哒哒哒哒，游戏无声。那这不是那个，这是大哥没有节奏性，他没跟上啊！你突然叫我补上去，你看你看里面一堆人呢，有没有看一堆我？还有你，啊、真的，对不对？我觉得我们现在好像白痴哦，那就可以这样玩。如果说阿卡贝拉找不到人的话，可以自己拿两只手机就可以玩了。好，你再试试，再唱啊！好，哇！就我们两个鼓掌，等一下会录进去。嘿嘿，就这样子。OK， 差不多。这个最新玩法也还正在研究。嗯、对，目前最多八个人进去，然后八个人一堆我们进去，画面小到看不到。对对，目前是这样。哦，你有没有在电梯里面就是照镜子，然后一直看到自己，一直看到自己这种概念？嗯，其实大家也知道，香蕉形容的生活也是蛮无聊的。没有，一直研究一些无微博。照你出去你就不理我，我人在家里这样玩。要讲这么私事？要讲私事吗？不可以这样吧？我就这样挡着我在跟大根玩嘛，对不对？也还可以，但是得再玩自己。好，那今天没有要玩这么简单。今天你来我们，这很难是不是？你今天来我们节目呢，基本上我们是一个电玩节目，对不对？没错。所以我们要玩，还是要玩电动。所以我们要今天玩的是马里奥。哎，是只有电玩节目啊？我记得大家都有吃东西啊。
好，那我们就吃东西，边吃东西边玩马里奥。哎、欸，这么好谈哦、喔，很好谈啊，这么好谈。我们节目是很 free 的啊，我们今天要玩什么，你知道吗？今天要做的事情就是，我看一下啊，哦，都不做功课。不是不是，因为我们要那个。网络上说很多东西加很多东西套起来会很好吃，可是我觉得就是陈百祥在骗人。他就说我们今天玩，就是输的那个人要先尝试每个东西套在一起吃。第一个要套的就是那个传言 A， 可尔必斯加绿茶会超级好喝，再多都喝得下。我认输。为什么你认输？我口渴。你要直接喝。我觉得你。Bimax 比较口渴。这感觉不错啊。这个感觉好像还不错，那我们讲，那这一把是赢的人才可以喝。欸、有人说9453不要要改名啊，9487。9487，九四八七，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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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绿色麦卡贝，大家脸都绿了。绿了，脸都绿，是绿色麦卡贝。对对对，来这里大家好，不管了，我们现在要玩这个，好不好？它就是，你知道你有玩过马里奥吗？传统的有。这不是，这个是，它就是它会给你百条命，然后你有很多个新的关卡。反正大家你应该都知道这个嘛，大家就香香不知道。反正就是呢，我们的关卡跟以前都不一样，所以只要10条命之内，你有谁先过关，过一关10条命。对，太小看人了吧？两三条，10条命之后就会知道胜负。我城堡到下水道到达那个库克，3条命，库克，你说原版的、哦？库巴，库巴，库克谁？苹果十一的，苹果十一的，奇怪，说库克，你先挑选决定谁先攻吗？好，好。剪刀手，好，剪刀手。嘿，说什么？哦，还有我在梦，瀑布啊，袋子，剪刀布，好，我赢。OK， 你先，你先，不一定比较好。你先，袋子先，你先，好，我先，长脸的先。啊、我们俩是长得蛮像的。这个玩不下去要 pass 就按减号，这个暴冲是按 Y 对不对？它就会冲比较快。暴冲，那我暴冲。哦，这样，我觉得你第一条命就要没了。哎，哇，还要爬墙壁哦，这个版本我们就没玩过。这样来了，大哥有没有先告诉我一下？哎，不好意思啊。不好意思，请问你要在这里多久？那命也不会损的，可是要下面不能下去，不是吗？不能啊。请问你要在这多久？要走上面。要在这到10点，对不对？那你帮你下就好。我不能帮你啦。我过不去，这样会卡很久哦。我走下面看看。不是啊。好，你现在还有9条命。好，一条命来测试一下你。100条命真的超强的。这样。哦，这有门哦。不着讲，哪里有门？不，没事，我没看到门啊。是，你看也知道，这个门在刺上面。那个龟龟它也是有刺的。你进门啊？没有。等，哪条命？好，10条命啊。对啊，你现在还有8条。可以，我知道怎么玩。这个大家都没玩过，好不好？应该都没玩过吧？这才很好玩啊！进门啊，对没？这真的可以过关吗？跳也跳不过。7条。哦，有门不走。不会啊，我已经看到了。哇啊，我抢到了，先带武器。我先把那个废物打死。对不对？杀了那只猪。那这个门可以进去吗？你刚没办法，你就走第一个门啊。第一个门。哦。这个门它是回去啊。对啊。对啊。啊，怎么办？我怎么知道啊？要进去啊！他怎么复活？啊，我想到了，我这个碰到是会先变小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我先那个。我，你看，好聪明哦。对啊。哇哇！快魔王了，一下就遇到老大哎。来啊，可以踩他头啊。你可能踩不赢他。哇！他可能要踩头，快跑！大根亲哎，大根娃娃。哎。过关。过关，2条命，3条，你是花了第3条命过关，而且你都看都会怎么玩呢？好，你这样等一下玩你就占优势。
那我要怎么？我玩的关卡跟他不一样，对不对？这样算完全通过，对不对？那我等一下跟他玩不同关卡，对不对？好。三条啊，死两次，对，算不算是来这挑战最厉害的一位？好，不是，不回答哎、欸。其实我也没有挑战过。哎，这个好像以前奥斯库那种吧？不会不会就这样就过关了？不会，然后一次来两个魔王。太小看这个了。我比你有优势，你一出生那么小一只，就碰到死了。来了，他丢披萨来了。哎、欸，你后面真的都站过关了。五、哦，来啊，跳跳跳！有没有人 B bus？ 过去我是你，我就跳过去了。我一条命都没花，不是吗？那怎么玩奥斯库的？我就这样跑，我就过关了。对啊，为什么？还没吧？他这个后面还有。好，我过了。我可以喝饮料。没，还没啦。好，重点，你看何丽娜，重点不是这个，重点我们是要挑战十大不能挑战的禁忌，绿茶跟可尔必斯加在一起，我觉得这是地雷。哎，啊，比例几比几？我们就直接挑。哎，对啊，比例没有，我们就一半一半，对不对？对啊。那你们跟平手吗？我赢啊。我因为我刚刚就没跑，就一路跑。他只是在走路，他没有干嘛，就只是往前走。他刚好抽到那个人前面过来。好，那这样喽。一比，我还调好，您半条浓一点。好，对，应该一比一啊，哪个多好像多。你会不会倒太多了？我们只是尝鲜就好。哦，哎、啊，这颜色超恶心，这颜色很像那个香蕉牛奶。哎、欸。对啊，而且还有点狗狗的。这确定可以喝吗？可以啦，这两个单喝还不是下肚子？哎、欸，闻起来不错哎。我闻看，我用嘴巴闻。怎么开呀、啊？超恶的。要讲口感哦。怎么样？是有酒精成分吗？怎么表情那么痛苦？我不相信，一定是很好喝。好喝吗？什么意思？还有两段式的味道。你可以有两段式的表演。对啊，你是不是骑车也会两段式左转？调整左转。他这两段，你要不要喝一口啊？哦，我想喝喝看。多，好恶哦。有人说像多多绿，可是比例不是这样啊。不是，它不是多多绿，因为它是可尔必斯。是两段式、嗯。对，会有两段式，对不对？你就先喝进去，然后再两段式。会酸到整个脸。它又酸又甜，那两段式、啊、我不知道该怎么讲。是不是不好喝？日本网友很喜欢、欸。日本网友很喜欢。嗯、你先把它喝完。他们平常 seven 没，他们便当没在卖饮料的。对啊，奇怪，他们卖饮料，我们不直接喝啊。我们加买一个试一下哦。排行榜里面的最后一名是可尔必斯加咖啡，他们说那个很恐怖。最后一名啊、哦，最后一名，第一名。那为什么要加码这个？绿茶跟咖啡差这么多。好，可尔必斯加咖啡。可尔必斯加咖啡可以喝吗？这是庄一鸣，现在就要来，把它喝完啊！一点一半，好，你先喝。白痴，你再喝酒，一点一半，神经病！好，哎、欸，还是温咖啡、欸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你可以边喝边 B box 吗？可以啊，那干嘛给我？哦，可以吗？不只是难喝，不是一个道。不行啊，我们口味这个跟日本人口味就真的不太一样。不一样了。那我们再比一关，输了就要喝咖啡加可尔必斯。可以先喝咖啡再配可尔必斯。你可以先喝吧，咖啡喝进去，然后可尔必斯再喝进去。我先玩。我先。好。哦，他直接这样照关卡，所以就不会说你玩过关卡就可以再看一次。嗯、好，目前、哦、密集恐惧症，好多。哈哈哈！好笑啊！白痴哦、喔，白痴哦、喔，我没动哎、欸。哦，操！你不要杀了，怎么一堆新朋友啊？白痴哦、喔，两条，我不要这一关了。不能不能，你自己要先的，我先，我早就输光了。
怎么办？哎呦，进门，哎，又没了。什么啦？那是不是有一个门啊？我提示。超崩溃、欸。要哎、欸，小心哦，一开始哦。嗯。哦，我要门呢、啊？对。对吗？哎、欸、哎。这谁那么关卡、欸？他十条命没了，我也玩这关哦。好。哎、欸、哎、欸、对，哎、欸，没有，你多试几次，我觉得你可以挑战看看。哎、欸，我干嘛要下去啊？我很没有力气玩这个游戏。再花两条命试试看。我现在十五条命了，那你花几条？五。哎、欸，三消防工具啊！哎、哦、呦，传送船，哎、哦、呦。哦，结果啦！原来是多批连线，他们好像都是玩家，应该都没事了，就只是带你到终点。进去进去。为什么会这样？问的很酷，超级崩溃啊！来来看一下，一开始。哦，几条命了？超过十条吧？七条了，是吗？七条了。我不知道，你已经死了，你这边也死过，那边也死过。Go， 睡哦 ，Let's go。哎哎哎，哇，上车就不要按跳了。哦呦，八条了。吃星星坐船冲了 ，Let's go， 冲了。你还可以分心哦，我帮 B 的。九条了，八条还是九条？九条，按在一关，九条了，最后一关，最后一次。你可不可以用 B 八十八配？好啊，那音乐关掉吗？好，好，好，那我要吃幸运星哦。我来试试看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哎、欸，我中了 ，OK。我一吃到那个幸运星，你就要开始噔噔噔噔。我 B 旧版的哦。好，先 B 旧版的。哦。我还没准备好，就知道了，我只能这样做了。再来一次。OK OK。好，我先。Go， 跳！哎哎哎，我有无敌星！砰砰砰砰砰砰，砰砰砰砰砰砰。还好，但是我厉害是大家，换我吗？我跟你讲，哎哎，这你的命，换你啊！啊，死一次啊，他死一次啊！让我帮你逼。等等，我还没熟悉。要关了。嘟嘟嘟嘟嘟嘟！我放弃。嘟，啊，那怎么跳关？嘟嘟嘟嘟嘟。啊，算了，我挑战一次好。冲啊！你看，走开，飞最高就安全了。啊，哎，你人呢？我在荧幕外。好，这样，等我一下。你为什么要在荧幕外？哎，我看一下我还在不在。哦。等。可以挑战看看哎，我说在荧幕外一直飞到底哦。对啊，你试试看啊。他搞不好就是个 bug， 这一关到底是谁做的？这样。不知道是谁做了这一关的。哎哎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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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算了，下一关好。按减号。那你玩这关，哎，你不能推我啊！你玩这还是四哦，四条命了。OK OK， 你就玩这关玩到底，我们看谁可以过这一关嘛。哼，来喽！你自己要配音。哎，我没事，好。哎，哎，我下去干嘛？完蛋了，我知道这里会死掉。哎，不会。让我回去一下 ，OK。下水管，快来啊！你会下水管的声音吗？会啊，再敲。好。啊！用骗的，用骗的。跳关啊！跳关，跳关。按住，按住姐。啊，按住。玩个蛮兄弟满身大汗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这关不算，这样吗？好。那这条命不能，这条命就死了。哦哦，死掉。那我七条，你现在花了七条命了，对不对？是吗？哎、欸，要变立体了。哦哦哦！哎、哦，讲、欸、一下。哦哦哦哦！想按暂停没有暂停？我靠！哦，那弹来弹去。哦，等一下，一开始会有来音的，来音盒，
永和。怎么办？这里怎么办？这里怎么办？哇！这里现在剩五条命。哇，玩这个会很那个焦虑。我现在就想一下，这个游戏如果让台哥玩，他应该会生气吧？哎呀，现在怎么办？我怎么知道现在怎么办？过去是死路。啊，这骷髅。你要干嘛？没有啦，这些怪是抽到全自动，就是站着不用动都会过。真的吗？真的，试试看。我就站着。太爽了吧！站在裤头上面。就赢了。我试试看。跳跳。就跳到那个裤头上面。你按下 A， 你现在用 A， 按下 A， 不要动。在这这样子吗？明明就是这个明明裤头，这个是炮啊，笨蛋。我以为这个裤头标记。去吧。现在太外面太复杂了。OK， 这样。好像不要动，不要动就过。哎，我一直捂着头，哎，没关系吧？因为怕吵啊。哦，现在怎么办？嗯，怎么讲？先静观其变吗？往前走、啊。他说什么？非常单脚拉屎 ，dangerous。那他讲什么？这样回答吗？不用，没有，你就这样慢慢把你往前挤啊。就这样。那你知道这？反正你现在不用动，好像就可以直接过关。那你知道这关该怎么办吗？就先看嘛。我觉得最蠢的是那个库巴，他不知道在干嘛。不累吗？他等于是一人乐队在打鼓，那个那淡水的一个一人乐团的爷爷，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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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然讲，我们趁着他往前进的时候，我们来倒咖啡跟可比斯啊。我觉得一定，我觉得一定超难喝。哎，这是卡点。哎，绿茶加可比斯真的很难喝啊，哪有很好喝？但我现在到底在干嘛？没就没跟上那一波，暂停冲啊！我按键哦，试试看。没有，这关值得尝试，因为我刚刚听到你说站在那就可以过。不行，你刚刚告诉他这个，那这关不算。没有啦，有啦，全世界都知道有了。卡点，我、真的一开始没跟上，好像就会卡住。哦，耶，我们人数终于破2000人了，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。OK 哦。2017，哦，2017，对，2024，准备到付出，大家帮我分享一下吧。哎，出来了，赢了，就这样，好，白香赢了，白香喝一杯，这边换我，好，那你过下一关，你现在要剩下四条命，你要过下一关，好，我只是阿公应该没办法玩这个游戏吧，阿公玩了就偏头痛。按好，哎，玩那么久才有第四关，不错，76条命，其实我们真的蛮会死的。哦，最熟悉的，下水管，那边。哪有水管、他们下水饺啊！你还有四条命，哎，这关可过，我先认真过。你边 B-box 边过了。等等，我先看一下这个。下水管，下水，那你会下水饺吗？下水饺吗？哎、欸，这，哦，还傻。哎、欸，那个抛物，那个是不是可以踢啊？这个吗？不行啊。哦，那谁要看？哦，你没有善财童子。善财童子，大家这就有洗钱了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有车啊？哦，搭车。哎、欸，我累积那么多，这个要干嘛？我看一下它上面在干嘛。修马路嘛。算了，下一班应该半个小时才来。神经病啊！哎，有音效就不去。有音效，但是人没有动。哎、欸，哦，哦，啊，上面哇，来音的，来音盒哎。好，我要从这冲过去。哎，过关还是过关？大哥喝咖啡了，喝咖啡配可比斯。刚刚不是说赢的喝吗？没有啦，赢的决定吧。啊，可是你玩了三个关卡、欸。哦，过三个、啊，哎、欸，
哦，没有，我刚那个放弃那个不算。他们说这个要求难喝是不是？我觉得比例一定是咖啡比较多。好了，可尔必斯加咖啡。好，要不要再多一点？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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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这个好像生永龙奶糖，然后一直那个晒太阳融化，对对，晒太阳融化一盒，它有点像米香哎，也有一点，哦，超臭了啦，这怎么喝啊？味道是不像，用一口干掉，没有干，我要分给你喝啊。哦，没有，这种东西没来分享，哦，哇，好。好丑啊，表情好丑啊，你都丢在一起了，靠腰哎，超难喝啦，超难喝，超级难喝，我沾一点就好，超级甜，超级难喝，好恶哦，哎，我再一口，你好像蛮喜欢的，没有啦，太甜了啦，你要喝一口，喝满满的在嘴巴里面，大家去那个饮料店，点那个饮料嘛，点奶茶。16分糖，十六分糖，差不多16分糖。他要半糖吗？没有，我要 double 糖。这不行、哦。double 糖，我、哦、超难喝的，好甜哦。不行，谁会把可乐冰丝配咖啡啊？神经病哦！下次不要这样弄，我们两个是白痴才这样子。日本人有人这样喝、哦？有啊，啊，这不就是日本人哦？最讨厌的。而且接下来，日本还有另一个传言，他说，知名的日系泡面，泡10分钟比泡5分钟还要好吃。比较 Q， 是不是？他说这款，日本泡面，他说呢，你泡水哦，要泡10分钟，我们以为是泡5分钟，可是没有，他泡10分钟比较好吃。有差吗？我也不知道。所以这样，今天我们要这样，我们一碗泡5分钟，一碗泡10分钟，好，我们来试试看哪一碗比较好吃。他赢的吃10分钟，输的吃5分钟，还是输的吃5分钟，赢的吃10分钟？好，那就赢的吃10分钟，输的吃5分钟。哦。神经病啊！我们一定要两边都要吃过，我才知道是赢跟输，赢跟输两个都要吃啊。好吧。而且我们刚刚玩这个游戏，也不知道赢跟输，两个都还是不知道。对啊。那叫我喝两口。好，我们现在。好。好。这怕比什么？好。那我们来比大小好了。什么比什么东西比大小？我们再慢比一弯，对不对？可是这关没有惩罚，我们一定要想个惩罚。好。哦。不是，我突然看到，突然想打你一下。这个比较硬哎。我试试看，我没有打我，没有没有，你打自己干嘛？温温和的，对，这个还 OK， 好，比大小，不是啊，最关一样过关吗？一样过关啊，好，那我们要不要边玩边先泡？哦，那我就边打开哦，好，我们十分钟会糊掉，对啊，十分钟都肿起来了吧？面都肿起来了，什么面都水肿了。好，我们先泡。我们是不是要先泡啊？边泡吗？你在干嘛？边泡？你在干嘛？你要先玩吧。这打好像太阳饼了。你以为这关也是摆了就会过关，对不对？我慢点泡，你们先玩。好好。现在。这电视怎么那么失动啊？电视是在动，是不是？它在。为什么电视会动啊？哦，电视在动。好啊，我们刚刚看画面会晃。刚刚为什么电视在晃？又要撞到电视。那个吗？我不知道，马六他刚刚可能喝完酒吧，超级失动。要不像忍者啊？又下来了。他每一关的玩法都不一样。他上面有提示啊，你看得懂英文吗 ？This is cool。你很厉害。提示啊。This is cool. I'm in slow motion. How did you do this? 你在干什么？今天冲山会，那意思。你今天在冲山？你在干什么？小朋友。节目设那么长，然后你都不过。就这样子可以了。我记得以前有一个游戏，好像也是这样跳。我不知道这样跳什么时候？它是无止境的。没有，到等下上面就往下。超那个，不是那个，是他 slow motion。going down GD going down。大家都超认真在讨论面的硬度跟那个不同国家的面体是不一样。其实我也不太清楚，我只知道我这关好慢。
哇，你连下降都那么安全。下去啊，不要再弹下。这关也太长了吧？他不是那个，他是 slow motion。对，为了大家好，你要不要放弃这关？嗯，我觉得我们放弃这关好。浪费一条命。为了他好，对不对？对。面加黄连粉，没有再加黄连粉。哎，对啊，完蛋了，完蛋，完蛋了，我们两个泡面被对啊，被拿走了，陈百强拿走了，回来没有？回来应该里面应该完蛋。哎，我人在哪里啊？为什么长的是一只猫啊？是谁？这有只动了，不好意思，我好像要赢了。会哦，他们讲你相信吗？信啊。哎，鼓掌了，刚刚有鼓掌的声音，不错吧？这是马里奥电影版吗？我们刚说这一关输的话，再喝一次咖啡加可比斯，整杯的。没有讲到那里，他们没有讲。哎，啊，还有那个回向列车。好，云霄飞车，我头好晕哦。不是，等下回去又载你回一开始。再来起点。哎，好，是。没有啦。哇，还要再高点？我还加一条命哦，我还加一条命回来。没有，这样不算，你刚刚就花了一条。那怎么办呢？我从这关开始玩。好，你已经输了，我现在。一条命都没花到，换你。我可以从这关再玩一次吗？不行，我直接上那个列车。爱情列车长，下一关。这个下一关一定是一开始都输了嘛？不会了，我先跳就对了。一定有陷阱，你看。哎，四选一。哎，我要赢了，赢了。我赢了，放下。我还想说有陷阱，这是什么啊？我还看了十秒，哎，我赢了。你刚刚以为自己难怪很幸运，我更幸运。为什么会这样？你没有为什么、啊？你刚说输了要喝什么？没有，我刚什么都没有说。我刚不敢相信，有这么幸运的事。我比较不敢相信，怎么会有人做这个关卡？我赢了。你还玩吗？你有办法边 B box 边喝吗？可以啊。哎，不行啊，一直 Q 喝。哎，你也赢了，我赢了。没有，你这会外赛不算了。啊，赢不了，赢不了。去不去？哎，这样算赢吗？算。算吗？哦，他只是趣味一下，看看。是谁赢的？香蕉赢了。我赢了。对。他花一条命。等待泡面的期间，你那个秀一下那个影片的那个表演。哦。哦，他很厉害，他现在要秀一个。一二三当 DJ 那个吗？对，当 DJ。他现在秀一个是，继他跟直播互动完之后，他又要跟 YouTube 影片互动。那我们今天就选一个影片给他互动，选我们麦卡贝杀人事件，这个互动厉害，这完全放旁边。这个，哎，你为什么这一台要开直播啊？你知道你这个直播只有42个人在看吗？因为我没有蓝勾勾，都不给。试看，好，我先测试看。屌丝，好的，我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声音。屌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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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屌丝。我在哪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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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。在那个 YouTube 每个按钮，等一下，我们先把，这个哦，这关你给关掉。好，凶手不是我，难道你们没有注意到吗？小爱故意。好，这大家应该都知道。按一到九可以那个看片段。屌丝，屌丝，屌丝。那你现在要在这些片段要干嘛？先让大家知道这些东西啊，你大家看就会知道原因了。好，来喽。屌丝，有办法，谁没有办法玩这个？凶手不是我，难道你没注意到吗？屌丝，可以，好，他的我在哪？好，你现在干什么？你跟大家介绍一下。现在啊，你刚刚是不是已经介绍过？哎，对，我介绍，我再重新慎重的跟大家宣布一下。好，我要跟麦卡贝的所有朋友们一起来跨界合作。哦 ，B box， 大家 rap。好，来喽，先给台哥一个画面。3, 2, 1 let's go。 我他的我在哪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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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谁？屌丝OK，
其实我诚意到了，我觉得刚刚的 B-box 好像比较好哎。哦，那还 OK 对不对？屌死！有这么多机会可以让我一试再试，而且我觉得你很好笑，我为什么有滑鼠你用，你一定要用那个手柄运动？哦，其实它是有滑鼠，算比较陌生。有啊，我试看。屌死！哦，好顺好多哦，那我调最低。凶手不是来了。好。屌死！然后让他读完。凶手不是我。他的，我是他。来了。大家刚刚只是彩排而已。Three, two, one, let's go. 他的，我是他。他的，我是他。大家再错。Three, two, one, let's go. 他的，我是他。谢谢大家。哦，哇，逼得我一身冷汗，不错啊。对，我第一次逼低画质的，平常都逼高画质，对，都逼高画质。今天逼特别的紧张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台哥在看呢。台哥盯着你看，刚刚前后都有台哥，像结果前台后台都会在看着你。台哥别介意，没事，台哥会看重播。不行啊，不然讲，你趁今天这个机会，泡面没泡好，你对台哥有什么话想跟他讲？台哥，趁他今天不在，你偷讲。也太久没跟台哥对话了。台哥，那个我其实有慢慢的在进步，然后希望台哥可以越来越喜欢我。然后。哇，好担心哦！继续讲，不要怕，这个会留存档，对不对？会，他一定会看。OK， 台哥，我会跟大根一起慢慢的努力。不要，先说我。你先讲。就一起来啊！好，你继续讲啊。OK， 那个台哥，下次如果又遇到的话，请关照一下。关照。那你觉得台哥现在有什么缺点或者优点？什么缺点？怎么可能会有？有，一定有，人都有缺点的嘛。我们他因为他现在不在，我们趁现在，他就是听听看晚辈后辈怎么样给他建议。缺点哦，你给点建议好了。我觉得可能就是太忙碌吧，然后让自己生活。他缺点太忙碌，没有啊，他没有节目，还有什么好忙碌？是不是要挖洞给我跳？没有。然后呢？然后我就觉得说，台哥工作之余，然后去健身，然后也要顾好身体，精神整个人活泼起来。那表演上的缺点有没有？表演上的缺点上，我比较多，我多很多。没关系，我们讲他的，讲他的。我们现在就是台哥北宋大。这样子讲好了，你有没有讲过他的缺点？你讲，我每天都在讲他缺点啊，对不对？你讲一个。泡面好了，这样子。好 ，OK， 好，这段就到这里了。你为什么不敢讲啊？没有，不能讲。好，欢迎台哥。哦，没有啦，台哥不在啦。好了，我们泡面五分钟应该泡好了，对不对？还要泡10分钟。一个十分钟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再玩一关。我们再破下一关给他们看。我本来想说，今天我们两个当家，应该人数会不少。就发现人数真的是少，不是不少，人数只有少。73。又死掉了。这个真的，你们家里有这个吗？这真的不是一个很容易的游戏。好，这一关感觉还好。已经没有刚刚那么好康的那种，一出来就过关了。可是这个感觉比较正统。正统也不会有一堆鸟啊。它只会飞的香菇啊，飞菇。I am a good boy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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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I'm a good boy。对。上周每个人来2000粉丝，都破8000了。我们两个加起来刚好就2000粉丝啊。重点是现在还没有2000，刚买有2000，你知道为什么剩下1800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你刚彩排的 B-box 就掉了200人。不是在那边啦。刚应该是1600，表演完了，然后变1800，一个一个把你们杀了，厉害吧？这个球是什么？那不是啊，那后面的树，看到没有？是哦，一根香菇拔，你撞破了你就去不了。一根香菇拔啦啦啦，你来。你们来这里，我靠！
你来这里有没有比较想见到台哥以外的谁？就台哥啊，杰林。可是杰林你每天都在见，你有什么好见？哪有每天都在见？只有封城啊。所以那你算很常见啊？也没一个礼拜一次而已。会不会很腻？不会。康杰林不会很腻。杰林休息的时候有一点腻。我跟你讲，杰林真的超吵的。我讲你他在这里跟那封神根本就是两个样子。怎么说？你对杰林有没有一些想法？遐想吗？还是遐想吗？遐想。然后你要讲遐想也可以啊。你对他有遐想吗？没有啊，杰林没有啊，都没有，对不对？嗯。你想想看啊，杰林就我们就两个人，今天是我们两个当家节目，以后也都是我们两个节目。你讲，然后如果你真的不喜欢，有杰林会更好。你知道好在哪吗？好在哪？人数会很高。我跟你讲，你不喜欢他的话，我们就下次就不要，就可以把他过滤掉，我们节目就可以不用发他了。你讲一下，他在封神有没有坏习惯？你问一个来宾，让来宾决定这一切。他在封神有没有坏习惯？偶尔会翘脚。翘脚？嗯，对，休息室翘脚，这样算吗？大喇喇的翘脚，这样子。啊，这样玩手机这样。个性嘞，你有跟他一起吃过饭聊过天吗？有啊。那你觉得他这个人为人怎么样？为人很洋派，很男性。很男性对、嗯、就是男人婆嘛。这是不好的讲法。那好一点的讲法是什么？好一点就是 hold 到丁。我们两个就是 hold 到丁。我们是 hold 到嘛。对 ,hold 到丁。那个他们顶桃嘛，很多人。有我有你有文明哥三个人就可以组成 hold 到丁。喂你就这样，杰林对在你心中就这么没有价值？有啊，不然嘞有什么？什么很好相处啊？就这样。我今天在那个，所以你是说杰林很好相处，那其他人都不好相处，对？只有杰林好相处，其他人都不好相处。大家在休息室都打成一片啊。所以杰林在你心目中只有好相处，其他都没有。我跟你讲，我今天对杰林刮目相看。我跟义翔在想表演哦，我们在书局，然后进去第一排，杰林的写真集剩两本。他是剩两本吗？剩两本还是只有近两本？我不知道。我跟义翔在那里一直看哦，我说哇，在这看到杰林也太奇妙了吧。所以我们就一直看，一直看，一直看。店员以为我们是变态。你们是啊？我们不是。你这样一直看，一直看，不是变态，不是。那你觉得他写真好看吗？我翻过，还蛮自然的。我觉得还好哎。你不要那么修很大，不要那么紧张嘛。你要讲你修蛮大，修蛮大的，你就把哪边修蛮大？腿都修了，我不知道有没有修细，有修长吧？有修长。所以你觉得他原本的腿不好看的？也没不好看。他本人的腿好看吗？他本人的腿是不太好看。杰林的粉丝会抓狂。不会，这边都是我们粉丝，两个我们的粉丝。废话，会来看就是我们粉丝，不是我们他的粉丝才不会来看的。你觉得他腿是本人腿不太好看？杰林就稍微瘦那么一滴滴，所以说他胖比例就完了。杰林很胖，对，意思就是杰林很胖。也没有啊，就有你知道有的人也哦不，等一下怎么哇这么臭臭的，好臭啊，这什么？还拿我衣服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干嘛？为什么会下雨啊？不是下雨，我那喷哪？撒尿哦、喔！说讲坏话，说讲坏话，说讲坏话。王姐别骂，说讲坏话。我请他喝酒。我靠，你拿针筒了？为什么讲我坏话？你怎么现在才出现？你两个脸长的怎样？脸长脸，你比大神厉害。没有啊，你比大神厉害。我手表。讲我坏话，小声一点嘛！好，没有，你看，讲啊！这是 live 节目，你们知道吗？你们一个讲我坏话，我都知道了。他一说你一说他腿不好看，他马上穿长裤来。不是，你刚讲我腿不好看是？他讲的，我没有，他讲的。他讲你坏话，你喷我。外面下大雨是不是啊？你刚洗澡？你有那么湿啊？流汗了。你有湿成这样？不是，这雨怎么味道？边洗澡边 B-box 味道吗？边洗澡边 B-box， 八洗八洗，他怎么没水了？边洗头边 B-box， 等一下办公室给他淹水了，不要再玩，我觉得赶快把他那一桶从他手上拿走，不然不要讲我坏话了啦。好，不讲坏话。这一桶这一桶先拿走，因为我怕水只会被他们报复。你要喝咖啡吗？我们泡面是不是差不多泡好了？对，请杰林喝咖啡啊！你要不要喝咖啡？我要看你们直播都很难喝。没有，这是好喝咖啡。好喝的。什么好喝？加了这个才难喝。哦，真的？那不要。超级难喝，喝一口就好了。生永牛奶糖。生永牛奶糖。它是什么？科比斯加咖啡。
超好喝，日本人说超好喝，我们刚还不错，它只是味道很臭，但它超级好喝。你如果很爱喝甜的人的话，哦，你喝喝看，也会受不了。对，也会受不了。你喝喝看，它真的超好喝，好喝，超级好喝。不能只沾一滴啊！哇哦，太甜了吧！哎，跟我重点来了，它不止甜哦，刚刚香蕉还吐回去哦。没有啊，没有。那一口给我拿来。我想看你含那个 B box， 好想看啊！含哪个？含那个？好想看你这个 B 含那个 B box。好好，不行，我们先做。不能是不是？不能吃。我们先做饭，我们先做。OK。现在。你们这样多久了？你们聊天聊多久？你说我们失智多久了吗？不是聊天。我们已经聊很久了，真的假的？哎，哪一碗是五分钟了？那边这是五分钟了，那你吃一看五分钟了。我再来淹水，我先吃十分钟了。五分钟，我们整个桌子都是。听说十分钟比较好吃，不叫名师。哎，不是啊，五分钟，十分钟都怕烂了，神经病啊！啊，不是五分钟看起来面还没开，哎，十分钟都面都已经烂了。好，你赶快吃啊！他是不是要跑七分钟才好吃？没人讲，可能七八分钟。哎，你们不觉得台哥很过分吗？他自己去玩很大，我看他那个扮成财神爷那个照片，他们很爽的样子。哎，对啊，是哦。而且你不是也是以往的助理主持？我本来要去啊，我因为其实这事情是这样子的，因为我昨天接了一场尾牙，钱比较多，所以我就不去了。喂，你这样讲会被骂吧？太现实了，对啊。没有啦，我本来要去，只是因为我有些事情排不开，然后又没办法去。那些事情呢，就是尾牙，所以还是一样嘛，还是一样道理。想法好一点。可是我问一下香蕉好了，香蕉，我们直播节目其实是一个要讲实话的地方，你知道吗？要讲实话吗？对，要讲实话。所以我现在问你，你觉得台哥放下他自己的节目，要我们这种晚辈来帮他代班，你觉得他这样的行为可不可取？哎，给我们机会很好啊，可不可耻？可不可耻？你讲啊，我们要挖洞，是不是？刚他挖洞给我，没有。然后你又挖洞给我，没有啦。他台哥会不会拿水？台哥在国外啦，他在澳门，他在澳门啊。哦，你就讲这样。觉得嘞，反正他，我跟你讲，他不会看重播，所以不用担心。台哥不是愿意的，你尽量讲。台哥什么不愿意的？他超想去的，哎。还拜托要去，哎。对啊。那。他拜托哎，还拜托我们代班，我们还把时间敲开。我今天其实刚刚也有别的工作赶过来的。我看你刚刚坐在两个男生中间，在送钱是几位？两个，一个男生，一个女生呐。哦，乱讲嘞。哎，这很过分嘞。哎，不要再喷了，不要再喷了。哎，你先吃，你那好不好吃？哦，十分钟跟五分钟在差哪里？我后来看到台哥在后面，好恐怖，吓我一大跳。哎，我这五分钟的，五分钟很好吃。好吃吗？哎，十分钟这个也蛮好吃的。五分钟的面就已经 Q 烂 Q 烂了。我们看看，十分钟正常可以了吧？让我再吃一口。哎，十分钟其实也蛮好吃，它蛮入味。我想问你们，请问五分钟跟十分钟到底差在哪里？一个面比较硬，一个面比较 Q。等一下，我们正在吃嘛，你看我们吃什么吃出来？我们节目不是美食，好吧？不行，对，你还不行啊？不行，十分钟真的比较好吃。十分钟不行，十分钟比较好吃。到底哪一个比较好吃啊？十分钟比较好吃，鸭就全部扁掉了。五分钟有口感，你这个哪有口感？你这是很硬，好不好？因为它没有泡开，就是要吃还没泡开哈，吃了三四口，它后面就会慢慢软掉。其实节目真的蛮难看的，就是看两个脸长的，然后再讨论五分钟跟十分钟面到底哪一个好吃。一个长脸，一个脸长的，对，不是两个脸长，一个脸长一个长脸。哎，你会边素泡面、素面边 B 棒是吗？我会边素大男主。喂，可以啊。Five, six, seven, bring it down. 大骨头边喝汤边 B box。哦，这碗没汤了。那喉咙会受不了。可是大哥，你师傅不在，你真的不会觉得很过分吗？不会啊，那指导有一天会不在啊。我是说他指导有一天会不再这么的堕落下去，不再这么多，爱乱入。那这样好了，对，那想要乱入，你刚好跟香蕉提这件事吗？有啊。啊，那香蕉你的评论是什么？对于台哥乱入，然后导致整个游戏不公平性。我跟你讲，这个事情其实。台哥也不能怪他，对，你去看 PPT， 现在每个人在po文的时候，下面都会截一个说台哥乱入，那也不能怪他，因为他徒弟是大根，他都有这个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在我们节目呢，跟台哥做一模一样的事情，我之前那个外景节目也是玩躲猫猫，然后我就说，我跟你讲，你不要跟别人讲，那个杨子怡在那里面，我就走，然后我就被我骂。后来我现在看台哥，我是发现台哥真的是我的师傅，因为他跟我做一模一样的事情。你们两个真的都是很无耻哎。
我们两个就是一些奸臣啊，那种小人啊，就是我们两个在做的事情。我在想说，会不会南哥觉得那一对进度有点落后，帮一下而已，纯粹出自好意帮一下。可是他那一天他根本没有录影的，他只是经过而已。他只是路过出来台南的、欸，就是只差可以的，就差几秒钟可能就要获胜。可是你看哦、喔，如果今天有人跑来跟我问路，哎、欸，你知道中正路在哪吗？我知道在那边，我也只是顺手讲。可是宪哥也没有问他。竞赛啊！而且宪哥也没有问他，他就自己跑过。哎、欸，我跟你讲，他就跑一个，他真的很过分。对，而且他提示很明显。哎，台哥现在很怕一个 pose， 他很怕人家这样，蹦哥举蹦，他不喜欢人家举蹦，对不对？怎么办？对啊，你不觉得这样很过分吗？不公平，然后导致 Kid 的队输了。对啊，绝对不会，绝对不会怪他了，不会怪他，为什么？好啦，你就老实说，你是你的话，你是 Kid 的那队的，会不会很生气？不会吧，就是游戏嘛，大家不要太认真看待。撇除掉他今天不是台哥哦，就是一个你不认识的普通人。那怎么可以这样嘛？不行啊，我妈这样子不公平啊，很过分嘛，很过分啊。这行为是不是很过分？对，这种人是怎样的人？这种人是台哥的话就是啊，不撇除掉台哥嘛，就是台哥的话，不能这样啊，下次小心一点哦。很过分嘛，过分哎、欸。如果说这个游戏攸关100万。他可能本来就是，你知道，他已经没有什么通告了，然后也没有工作，然后攸关100万，可是他却把100万哎、欸、导致给另外一队，对啊，很过分哎、欸，然后导致这边人可能家破人亡了，对啊，哇也没到这样吧，上节目玩个游戏玩到这么凄凉，而且他又老，不可能啊，又老又没有才华，然后又爱喜欢乱讲话、欸，又爱乱入，很烦，对不对？是跟台哥这样，台哥我真的觉得你好想你哦，台哥，台哥，我们很想你，台哥，台哥，谢谢你啊。宪哥、台哥、大哥还有，大哥香蕉，嗨，我是摄影师，哎，我是这是不道德啊，我有哎，你看，我都没有在讲你坏话，我们很想，好想你啊，想他干嘛？不想我，没有，怎么可能会讲你坏话？我们这是很不道德。你看看我们这一桌菜，看一下，哇，吃好好，看一下我们这一桌菜。我们吃泡面呢，海哥。宪哥，你看我们这一桌菜。我们是站在吃喝的啊，你看我们的饮料，太穷了，太穷了，没有办法，很多，太穷了。这是什么？这是那个胆汁是吧？海哥，徒留在这跟你报告，从今天开始，这个节目我跟香蕉还有杰林就收下了，你就不用回来了。谢谢海哥，谢谢海哥。好啊，你们收下。那我们再去开另外一个节目就好了。对，他们讲的有点道理。台哥，不是，不会有人在找台哥开节目的。对，台哥，你应该不是去开节目，你应该是去乱录别人的节目吧？对，就去当乱录哥嘛，乱录哥比较红啊。他洗白了，我是来洗白的啦。对，他是去洗白，他是去道歉的啦。对，他是洗牌了，他是去发牌是不是？需要我们发牌，洗白。宪哥，什么时候你要来我们节目？宪哥。宪哥，什么时候来我们节目玩？杰林邀我就来。哎呦，哇，我听到宪哥了，全世界的人都听到宪哥答应了，宪哥答应了。像我那天位置点红，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没有谅解他，是，就是他不应该十年后才对我表白的。哎呦，十年前应该是对，我们对，不应该十年后。如果十年前，可能现在就不一样了，是不是？对呀，早一点。我没有拍裸照啦。乱讲！这个前天有很多十年前拍很多照片要给你看，没有啦，很火辣的，没有。十年前，就是我现在比较能会，现在比较好。但是心只会变得更好。哦呦，这个话题，哎呦，真的，社交花落爱。我说因为你的外貌而爱上你，那有一天你老了，我对你的爱就该改变了。哎呦，他说你年轻会因为你的外貌爱上你，老了之后就会因为你的心。真的好会说话。你有什么意见？现在在讲话，你在打字。有什么意见？是那我们爱的。麻烦镜头不要离开杰林身上，好吗？不要。哦，他说镜头不要离开杰林身上。对，也是，因为看到我好像也不太舒服。对，因为你们俩脸太长，没办法融入。如果说杰林有一天我爱上你的话，肯定是爱上你的灵魂，而不是你的身体。哇！宪哥在告白哎，好开心哦！我脸现在要红了啦，好热哦。我讲这样差不多了，那我等一下那个我在报废室哪里？对，等一下，直接就是电柜过来，电柜会得了，好吧？杰林，一句话，那个希望你的这个写真集啊能够大卖。谢谢宪哥，那是一本的。但是我要问一下杰林呐，因为杰林我那边已经花押买了70本，身为一个大哥，有没有也有给他的？
再问你，再问你。我在我的 FB 里面还帮他 po 文，有没有看到？那我这样子的话，那一篇就多少个赞？对呀、啊，一个赞赚少赚钱的话，你说宪哥帮我 po 的那一篇文章，那有很多按赞吧？对，我转 po 有60几万人。60几万人触及，60几万人，而且一个晚上而已。60几万，十分之一去买就60000人了。一定要，一定要。反正你的努力认真啊，我们大家都看到，非常励志的。好，加油啊！谢谢宪哥，有空我再上节目。啊，好了，那我们要，我再上。你们赶快吃饭吧。我就上，好，我就上。海哥，海哥，整节目了嘛？对对对，好不好？海哥，要加油啊！我觉得你就待在澳门，不要回来了。台湾我们会帮你照料好。我跟你台湾也没什么通告了。台哥，我们再送你最后一个东西，你看。我们这个都帮你做好了。那个照片有没有四四方方的？哎，把它转过来一点，香蕉。小心哦，台哥。你们永远陪着我们，台哥小心哦。台哥，过桥了，台哥。台哥过桥哦，台哥。这个是节目的一部分吗？对啊。哎，好，他没在看了，好吧。那就这样喽，记得拜，记得拜，记得拜。他们菜应该也冷了，对，我们的泡面应该也烂，我泡面应该烂了。我们现在到底是泡几分钟？啊，是看30分钟跟35分钟的差别。一小时跟1小时5分钟。做一个结论，因为我们时间紧迫。要干嘛？下个单位还有一个实验要做，请你。你们还有实验哦？请你温馨的。陪他做完最后一个实验。好，今天是大根香蕉实验室。把那个含在嘴巴看香蕉可不可以 B-box？ 不行啊，那有时候做好吃哎。那是什么？是什么东西？我们时间紧迫，所以你们两个直接猜拳决定了，就是那个泡菜啊，请大哥介绍。第三个，听说泡菜加优格，超级好吃。哇，超好吃的。我跟你讲，我问这个10分钟，其实10分钟的好吃。真的吗？我觉得这个是泡菜哦，直接这样子。我觉得你只是肚子。那个，对不起，泡菜呢？这边不是不一样。对对对，一样。泡菜去。泡菜加优格超好吃。那请问大根先生，这个你的优格应该是要放1罐还是3罐啊？这个比例好像是，还有好，它直接浸下去，然后拿起来吃。哦，沾呐，等于沾面的一种态度是。对，它就是态度，它就是一种沾酱。哦，那你给你们俩沾。我想先吃一口。哎，我们公司最近是自录优格，是这边吃纳豆也在吃优格。不是没有。你们是不是最近在自录优格？这样啊，你要不要也加入这个游戏？你们先吃，你们先吃，因为我们礼拜一也是被整得很惨。好香哎！我们吃纳豆。整到收腹好了。好，赢着吃吗？嗯，赢着，你觉得好？赢着吃，他们都超好吃。刚刚被他讲中了，真的有点饿。好。超。所以刚只是饿了嘛？我想10分钟比较好吃。啊，剪刀布。剪刀石头布耶，你输，输了吃，我帮你沾泡菜配优格，我配看，我自己配一下，我照口味配。哎，太多了，这还好吧？还好吧？干嘛？整个沾着了。对啊，他整个进去了。你脸那么长，还会怕这一口吗？对啊。这个进去塞不满吧？哇哦！你要把它拉。哦，泡菜不见了。不能这。哦，泡着。也太深了吧。哇！你怎么拿出来都是优格？好恶哦、喔！不要勾来勾去啦！好恶哦、喔啊！1、2、3，怎么样 ？B-box，B-box， 还可以 B-box 吗？哇，好欢哦！有鞋是九鞋吗？九鞋五声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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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行不行，这个比这个。还刺激很多，你是不是觉得太酸，对不对？喝点饮料，然后怎么样？我不是怪物啊，你看我都这样了，太酸了。这个也不行，这个不行哦。那我喝这个可以吗？这是我的。不行啊！啊，我给你水，对吧？我给他水。这个来，嘴巴打开。我帮你干了，我帮你干了。刚刚打喷嚏啊！你不知道水？里面有很多水啊。哎，那大哥，你不吃一口吗？我不要，我不要。你不要？好，我不要。他们也不要吗？我可以啊，我才想餐饮哎。我刚刚喝什么？你刚刚喝什么？我都有喝哎。好，我吃完，是超难吃的，很好吃。因为我真的很好吃，那你再多吃一点。再多吃一点。不要，对不起啊，杰令，我刚刚说你好话。我跟你讲呢，我刚刚说你好话。没关系。刚刚说你年纪大老，然后宅，没有用，腿丑，杰令味道，吃爱叫，好吵，聒噪，他刚刚全部都讲了。要不要水？要死！让我喝一下，拜托。
对，我你在流汗是不是？你是流汗还是我们喷你的水啊？你是流汗还是水啊？就统称汗水好了。到底是恶心还是怎样啊？对，好不好？口感讲一下，这盖生呢？加生，你骂脏话，就加生，很酸啊，可是那个酸味完了之后，泡菜的香味还留着，所以我才会跟他说好吃，两成。哦，所以主要是泡菜好吃，泡菜真的是好吃。那我只吃泡菜就好了。不行啊，你一定要沾啊。对啊，为什么要沾优格啊？日本人到底在……等一下，陈百祥，这到底是他们说真的好吃，还是这是地狱食物？他说难以言喻。难以言喻是呗，难以言喻有好吃没有吧？我觉得不可能、啊。那要敢吃酸，是怎样啊？对啊，好好好，算了算了，我觉得，我觉得我们今天实验就到这边先告一个段落，我们先看一下 VCR 好了。好，你知道为什么？什么 VCR？ 台哥今天不来，到底花了多大的功夫？对，去请假，让麦卡贝可以答应他去玩很大。对，你就知道他还塞钱给我们，你们看一下，你这样。要感谢哦，因为玩很大一直都热情邀请我们再去。对，有没有？啊，我下个礼拜啊，他们有真的邀请我去，真的有是不 live 直播，不 live 直播，不 live 直播，不 live 直播。找你来是有点小事情要跟你说，真是大哥你讲话。你快一点，没关系，戏剧的节奏只要酝酿，观众会等，你知道吗？好，你也不要急，你不要每次都急着把苦茶要往我嘴里送，不会，可以吗？我等你讲完再喝。还有一个过程，好，我接了一个 case。我希望你能够完成我心愿，就是玩很大一再的发我去当特别来宾。玩很大他们录影一定是要礼拜四，但是我又，我是问你一个问题，有很多小朋友，他从礼拜一上课的时候就想说，我在三天我就可以看到阿公，他就忍，牙齿咬着忍，把书念完，然后晚上洗澡的时候说再忍两天，然后到礼拜三，不要再说了，我送他们海报。屁用！我真的，我跟你讲，你这样讲，我真的不好意思。那你觉得有点对不起？对，那你告诉我，为什么一定要去玩大乐透？简而言之，你讲。因为快过年了，我没钱。对，有没有啊？我下个礼拜啊，他们有真的邀请我去，真的有是不 live 直播，不 live 直播，不 live 直播，不 live 直播。找你来是有点小事情要跟你说，真是大哥你讲话。你快一点，没关系，戏剧的节奏只要酝酿，观众会等，你知道吗？好，你也不要急，你不要每次都急着把苦茶要往我嘴里送，不会，可以吗？我等你讲完再喝。还有一个过程，好，我接了一个 case。我希望你能够完成我的心愿，就是玩很大一再的发我去当特别来宾。玩很大他们录影一定是要礼拜四，但是我又，我是问你一个问题，有很多小朋友，他从礼拜一上课的时候就想说，我在三天我就可以看到阿公，他就忍，牙齿咬着忍，把书念完，然后晚上洗澡的时候说再忍两天，然后到礼拜三，不要再说了，我送他们海报。有个屁用！我真的，我跟你讲，你这样讲，我真的不好意思。那你觉得有点对不起？对，那你告诉我，为什么一定要去玩大乐透？简而言之，你讲。因为快过年了，我没钱。台哥其实有一个方法可以解决，两全其美。本来是这样子，那你借，了解我。那我跟你讲，那个不好说。其实我本来。要跟你接受过年的时候，我想到一个方法，不然这样子啊，你只要通过任务，你就可以去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因为你不能，你要跟任务不要太近。我们晚上是那个躲藏吧明星，你只要能够成功，今天乔装完成任务，你就可以去玩了。可是我这样觉得，还是就算成功，我还是觉得有点对不起粉丝。
就下礼拜抽现金50万好了。那一言为定哦。可以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就进行这个任务。好，我是觉得你们讲的不错啊，但跟我屁事啊。为何我要打扮成这样啊？可以告诉我吗？阿公，你可以告诉我，为什么我一个漂漂亮亮的女生，我今天要打扮成这样 ？Yo check it out 这个样子。Yo check it out， 可能就是因为我们要乔装打扮，然后我们要去那个完成任务，要，所以陈百强，你说是否我们今天要用这个妆？我解释一下，因为台哥已经玩过一次了，我们要提高难度，所以我们要加接领。我们走在街上都会看一下隔壁漂亮的女生，我们要。我这样还漂亮吗？我觉得。还可以。喂。对。台哥，我必须跟你讲，其实他们去澳门这集也有发到我。啊，然后你牺牲，然后你没去，应该。我帮你代班。我帮你代班，我有事。等一下。我感激你。感恩的心，感谢有你。我让你好过年。等一下。好。等一下，我也让你好过年。加码20本写真集，哇，说了好不好？哇，上次50本你还没有结账，还没有清，50本都还没有满，你还要再加20本。我跟你讲呢，看你的诚意有没有啦，不要讲那个什么加20本，今天我带了5本在现场，你就满1本就好了，1本看你有没有这个诚意啦，好不好？这是陈百祥的，陈百祥的烂皮夹拿来，你去讲哎。我是不是只有带100块？100块不够买啊，只能买封面呐、啊。那、啊、我贴下贴封面，我。谁要贴后面呐、啊？后面要谁要买后面这些页面呐、啊？好啦，斤斤价价，先100块定金给你啦。我先下定啦。我现在假装就是说，我们两个都。真的假的？这么招摇？哎、欸，你不会用语言吗？马斯卡是一个人而已，我们两个都是马斯卡。马斯卡是一个人。一个人呐、啊。马斯卡不是一个乐团吗？他是主唱。那我这是怎样？你帮阿公准备好了。我在这里。我头发塞你这么好，你要戴这个。这是游戏，就是这样。对啊。哎、欸，你好适合 check it out 这个造型哦。Check it out, my name is Machka. Machka is my name. Yes, Machka. 你笑很夸张，陈百强。哎，陈百强，你好适合哦。我觉得你笑的时候，我觉得很老感。我跟你讲啊，这衣服大家都认知出来，你鞋子怎么又是？没有，是鞋子，就是新的。真的新的，这一双这么脏哎、欸。他刚刚说这个是新的吧，他不是很新。我们这边有带很多卫衣。我切掉我的裤子。卫衣切掉，中间还破一个洞，我切什么？真的假的？卫衣是怎样？请问你是不是放屁的时候炸破的？怎样？这件可以套进去吗？我跟你讲，雷鬼只有一个方法，穿衣服，就先把雷鬼。裤头卡住了。我跟你讲，我这样子观众很爽。今天我们有五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在不被 Kid 发现的情况下，你们两个现在去乱入 Kid 的公司，然后把他卷进这一场纷争当中。然后第二个任务是你们三个人要前往台北车站，在台北车站里面呢，找一个路人。然后你们三个假装是一个外国人，然后帮你们拍一张照片在大厅里面。拍完以后，然后你要假装是外国人，问他说：“请问一下，你如果去花莲车票，花莲的车票 ，ticket to 花莲，然后让他教你 ，Do you mind how to Do you mind？” 然后完成这个任务以后，你们三个人就要前往地下街，去女仆餐厅，然后请那个女仆。你们吃什么都没番茄，请女仆在你们的食物上挤番茄酱，你们就过关。地下街是很危险，整个地下街那个宅男都是。他还没来，他闻到味道就说：“哎、欸，杰林来了，杰林来了。”太夸张了吧！大家准备一下，真的很危险。真的假的？如果台哥失败的话，他就不能去了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因为今天你们三个人人比较多，我给你们一个扣打，你们可以被认出来一次。可是我们要完成5个任务啊。对。想吃一个三明治吗？不行。不行啊！你去买的话，到时候你被认出来，你自己不能去玩，很大光的事。我就这样，被你们三多一起，我就该去玩。OK， 好，那我们今天出发了，我一定会完成任务。跳一下。
好像站长。You know, this girl, she's my girl. So this is my first time to visit Taiwan, and can you show me the way to a main station? So you ask me where I'm come from? Oh, I'm from Tahiti. Tahiti, have you ever been there before? Tahiti? Yeah. It's a really nice, it's a beautiful island. It's a small island around the Pacific Ocean. Yes. And Dutch. 我们现在要去找 Kate， 我们要准备上计程车了。哎，风好大，我加把一定会飞走。然后我觉得有点冷。超冷的。我觉得我应该穿一个。我也觉得我应该穿一个外套，还是围个围巾。我本来以为雷鬼头很温暖，结果也还好。OK， 这样，拜。滑雪康宁。热咖啡，可是我们俩会不会喝热出来？你说星巴克吗？星巴克会被认出来？会啦，星巴克一定会啦。我觉得你可以忍住，因为我们要去女仆餐厅哎，对不对？嗯哼，所以不成功。现在呢，听着 Kid 的经纪人笨哥。哦，为什么叫笨哥？因为他很笨。Very stupid, right？ 我们现在要上去找 Kid。Yes。我们要给他一个 a big surprise. That's right. Okay. Let's go, man. Yeah. 谢谢笨哥。我觉得你这衣服很好看。对，那件衣服真的很好看。送你，真的好看。直接脱的。送你。好，那我这件送你啊。送你，交换。你拿威力不要的衣服。这是威力的衣服。行不行？真的超好看，然后这件真的很可爱。然后我的那个衣架子跟 Kid 是一样。对。Check it out, you know？ 我们都属于胖子类的。今天我其实知道要出任务了。但是你告诉我。我不
知道干嘛。你不知道我们要来跟你会合？我不知道你们要来。今天的任务，陈百祥说很简单，是就是按照上次我们这样乱乱入，然后我们乱入，如果没有人发现，他就可以去玩很大。可是如果被发现，他就不能去。那我一定要想尽办法让你被发现啊，因为不想让你。好了，我跟你讲，啊，突然间。我跟你讲 ，OK， 阿公，突然间没什么事啊。OK， 至少你来，让更多的网友去感受你其实不是那么的。本来就不是对，哎，那天老实说你是有受伤，没有没有。当天晚上，你那天是不是讨拍？我真的不知道。讨拍不是？他讨拍不是要自杀？站在那个月台边，少在那边，难道你要我跳下去？你们才原谅我吗？偷偷就讨拍，哎，他讨拍了。干嘛？是吗？突然间，这是真的。真的又没事了。没事。下次就那个人工内衣。对啊。我一定要这样子。你们对付一个男人吗？然后他本来也要去。我本来要去。你要来吗？我要带你们两个班。我要去自己的节目。麻烦你。不是我去。没有，要等今天任务完成啊。哎，对啊，你要先完成啊。那搞不好根本不用去，根本就白烦恼了。而且我跟你讲，老实说，我心中有一半是想要你来，一半是想要不要你来，所以我想要增加难度。哈？今天有特别带来一个道具。怎么借你？他真的很不想让你去玩很大。哦，不是这件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植入。趁机打一个。这什么？恐龙装。哦，那个恐龙骑在身上的吗？你必须要带着恐龙装。就是到西门町会招来很多人的注目，但是你要不要被人发现？是你叫 Key 的这样做，还是 Key 的自己？我承认是 Key 的自己做的。对，那你来之前知道这件事？我承认，我知道。捷运不是昨天才说那个不能带动物，恐龙装好像不能上捷运，真的假的？有一个人穿恐龙装，然后他们就去量他的那个宽度，然后说什么不能超过200还是多少？真的假的？是真的。我先跟 Kid 说一下规则。我们本来是说要到西门町去，可是因为刚下大雨，所以我们现在雨备是要到那个台北地下街里面有一个女仆餐厅，然后去里面让女仆帮你们三个人点蛋包饭，然后帮你们挤番茄酱，是你们就算过关。蛋包饭我想吃，我想吃蛋包饭，我想吃蛋包饭。你们是想吃蛋包饭，还是想吃女仆啊？哎，更想吃女仆。喂，你们可以失败一次，就是你们被认出来一次，还算安全范围。对，但是我必须很残酷的跟你说，刚那一次已经用掉了。屁啦！因为刚刚詹哥说，哎，台哥你们在录，那没有，是我们先打招呼的。我这样子还不会被发现。对啊，怎么可能不会被发现啊？太扯了！大哥，你这样超可爱，超扯的。我趁现在宣布一下那个任务，你们待会去吼是要坐捷运去台北车站，然后在台北车站里面，你们要三个人请一个路人帮你们拍一张合照。下一个任务，你们拍完之后，你们要说，哎，请问一下去花莲的车票要怎么？啊，我不知道怎么去花莲，那也没关系，你不问。我花莲人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去花莲，当我傻了是不是啊？你是不是听不懂啊？这是任务嘛？不是，我根本要背你的良心嘛！我就知道我去花莲，这就任务嘛？这好不好？喂，什么动作啊你？这种可爱的东西穿 Key 的身上就阿公就不要了。但是要玩什么？你怕这样太显眼了，对，超显眼，超显眼的。而且我应该不是穿长袖，因为好像我爱穿短袖。Okay, 我现在要阿公出任务 ，Yes， OK， 我们已经准备好，我想你们都不会发现我们 ，OK， Let's go。不会发现才怪，太夸张了。智商怪，怎么会这么奇怪的要去东区呢？